段时间没来。风景依旧。在这边也算是观光钓点，很久没来，地形应该多少都有变，钓一下。白鹭是很快的人，厦门都西啊，我真是比较香。大一点喽。
几啊岁？超级小秘技，好吧，超级小秘技有没有？小秘技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吴白啊。今天换了好多的地方啊，最后还是换到这边，小小发现呢、啊。那这个希望大家能够爱惜环境吧。那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